Alex 喺自己嘅社交媒體正式宣布退役。視頻最後嘅灰黑色定格畫面配上字幕：再見，感謝呢一段旅程。作為1995年 NBA 選秀嘅五號順位 ，KG 喺木狼隊一共度過咗13年嘅時光，出到綽號狼王。喺木狼隊退役應該係狼王最好嘅安排。呢位傳奇21號球衣嘅擁有者，剛好效力聯盟21年。佢亦都係今年繼高比同埋添鄧肯兩位巨星之後，有一個 NBA 傳奇嘅退役。KG 獲得過聯盟 MVP、總冠軍同最佳防守球員等嘅獎項，但同時都係經歷咗唔少挫折磨難，以及令人無奈嘅傷病。2007年 ，KG 被交易到塞特人，嚟到波士頓嘅第一個賽季，佢又同皮爾斯、雷亞倫一齊組成三巨頭，幫助63軍奪得 NBA 總冠軍，而係佢職業生涯嘅唯一嘅 NBA 總冠軍。佢一共9次入選過 NBA 最佳陣容，15次入選全明星陣容。在工資總收入排行榜上，他力壓所有 NBA 球員排在歷史第一位。廣州電視編輯報導。